我们在逛 Jason's Market。是不是那时候你喝醉的那个啤酒？对，哦，这个很烈耶，这8%红马，这是菲律宾的一个啤酒。然后我上次在菲律宾喝醉，就是喝它。我们来逛超市。怎么了？你要找什么？就是要帮阿姨买的那个打扫的。哦，这边没有。得意耶！得意是什么？得意。得意呀，这个。卫生纸啊。可以去之前没有哦，新的就对，它扩大吧，啊，这个是那个韩式烘蛋的，对啊，你要买一个来煮，就之前说要做给我吃，好，那买一个，这多少钱？哇，咱家那么美，这是日本的瓷器耶，它没有写多少钱，不知道，这个162,519，那个是编号，你有在把这个当成明天运动饮料吗？这个当明天运动饮料。明天不是一定会卖东西吗？你为什么要买？因为就是小小一罐的。啊，你就放进去啊！你记得要带哦。走。小朋友会买东西的。原油会，我会买。那我会买别的啊，因为这个。有人在讲秘密。说学校卖更贵，这边卖8块钱，然后卖10块，他先看到差2块。我帮你跟家长会讲讲。他们买哈根达斯啊，我要拍照截图。哈根达斯啊，你这个家里还没还有？就这样，我的头皮。你要买？哎，它是蛮漂亮的，这个也蛮漂亮的，我觉得这个还 OK。我要这个。怎么了？你说？我们没有买，我们叫我。叫哈根达斯。草莓口味的哈根达斯，你最后再拿啦，姐姐最后再拿，让你买一个，最后再拿。我要买水壶。买水壶干嘛啦？你这。我要让他买水壶。对啊，家里还有水壶。走，姐姐走。走，这边有卖这种小，25，这个有时候是小确幸，25，小啤酒啊，对啊，啤酒本来就不便宜啊。我们家还有很多坚果没，提拉米苏口味，新的哎，这个之前没有。这是提拉米苏口味的新的，对，这新的。是这样吗？走吧。那我觉得你这杯汽水应该喝不完。那你可以帮我喝掉。我可能没办法，我刚才才。不是汽水，气泡水。那不是汽水啊。是气泡水。是气泡水啊。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那你就说你没知道。先把家里抹茶。我不要，不然我再买一盒抹茶的给你吃。啤酒还有没有啊？啤酒没了。帮我拿一下吧。好，补充一下 light， 海尼根 light 这个。哎呦，这个，然后我再帮妈咪拿。你要几瓶啊？不知道，你可以看看。他有吗？有。新店菜林要百味的金尊。好像没有哎，连百味都没看到哦。百味在这里，只是没有看到金色瓶子的。
到楼主隔壁，他没搬到三楼。没有呢，没有金色的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啦，你去看。这个就是新加坡那个什么天使鸡排。天使鸡排，好怪哦，天使鸡排。我去看，真的没有啦。对啊，我刚才看在这里啊，没有金尊，还是你要买阿萨希？那你只能去全联买而已。台虎9%，买一个这个9%的喝看看好，这是9.9%吗？多里尼，这个我之前买过红色的，我看哦，9%，买一个这个，我喜欢这个颜色的瓶子。妈，你这个颜色新，这个之前好像没有这个颜色，对对。对啊，他我觉得他现在不错哎，东西又变多，因为他那一区把原本那个这么多，结果没有金钟摆位。对。阿优，我觉得你这个小心一点，这样。你说吃哪一个？这个？那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个我不会吃。这个是酸黄瓜。你敢吃吗？我不会不敢，可是你们好久没吃这个，要不要吃这个？不要。这什么啊？哪一个？这个好久没吃了。这是什么？有果汁啊。走啦走啦，不行啦，你已经买运动饮料了。这个饮料是运动饮料。运动饮料是不是饮料？拜。好啦，买鲜奶。有看到特别的东西吗？姐姐挑一瓶鲜奶。你要买？你想买汤圆哦？在看我那个冬至的时候吃哪一个？哦，我在想说要买花生小汤，还是这个？可我们家吃这个，你要问你女儿或你儿子想吃什么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吃。你们都太甜了。好。什么要吃？你想要吃汤圆吗？我们家小汤圆没有料。那个没有料哦。他要料，他不要料。你们可以买一盒没有料的，然后再买那个。他就喜欢吃白饭嘛。好啊。好啊。好了。牛奶拿了，姐姐拿了一个鲜乳坊的。姐姐，你愿意配那个吗？就是那个我今天给你那个梅果的那个。对啊，怎样？我只是问一下你 OK 什么叫怎样？有礼貌，知道有礼貌，讲话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可以吗？小胖胖，你说别人胖之前，啊不，你自己好像也没那样。家里有芋泥蛋糕。不是啊，芋泥布丁。哦，芋泥布丁还有一个。芋泥布丁买了，又买了一盒。又买了一盒。在哪里买芋泥布丁的？不是芋头布丁吗？还。这家蛮好逛的，哎，汤圆这边啊，这边其实这边有小汤圆、芝麻花生、鲜肉，还有米汉堡。他们最近蛮喜欢吃米汉堡的。
这边也有这个，这个比较贵，这个320，可是蛮好吃的。Costco 也有。哦，两罐多少？哦，那买了两罐这个油，我们最近用的这个油，它两罐特价299，这样一罐150，比较便宜。然后最近大家也很流行买火鸡。他们买汤圆了没？有没有没有，汤圆我觉得还好。要不要买一锅？他们不吃。青菜你要买吗？要有要煮饭再买，明天礼拜六。啊，好好好。他们明天早上要那个啊。好好好。运动会。那就买这样喽。要不要煮？今天你不是要买一个冰淇淋？晚上煮。对啊。对啊，你买一个小的，你自己吃。就让他买一下嘛，看一下牛肉，哎，这样59，感觉很便宜耶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不，这个油花91块很美啊，哪里不美？没有，可能没有到和，就是很。就日，这个是澳洲的啦，对啊，妈，这很便宜耶，妈妈，这很便宜耶，快到期啦。哦，可是我们最近又没有要吃，除非明天要吃啦，明天早上。哎，这块，妈妈，这块，等一下我再听笑话，好像。这块59块很便宜，可是这块是金。姐，来分辨一下哪一个是最好的牛肉。你看，你用你的眼神看，这一区应该是最好的牛肉。这一区，看，他这边现在没有摆日本和牛。日本和牛啊？对啊，你看这个，你们有明天早上要吃的吗？这个特价的都是。应该是最贵的，这边最贵的肉应该是那里，对，片状最贵的肉是那个。嗯。它有一些特价是真的还蛮便宜，不过就颜色也没那么漂亮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就买到这。姐姐后来又买了一个，这个是大的，拿小的就好。拿小的，没有小的。最好是没有小的，骗谁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好啦。小的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结账喽，拍到这，拜拜。